快看过来！尽管距离《星际大战七部曲》上映还有一年多，不过近日前导预告正式播出，虽然才短短一分半，但点击率已经突破2000多万人次。第七集的预告中，除了可以看到新型的机器人，还有千年鹰号重出江湖，杀气腾腾的最新红色十字光剑搭配招牌主题曲，都让影迷相当的期待。不过也有很多人对于光剑的新造型很有意见，有网站就认为新的光剑手把处有一个像横木的东西，长相有点怪异。无论如何，虽然前导预告还无法一窥剧情的走向，要等到明年底才会上映，不过最新的配备已经让一众影迷热血沸腾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